我们两个今天去逛了超市，然后看一个超酷的东西，30000年前哦，水财宝。里面会不会有一些霉菌？它多少钱？你记得吗？68块。包装上面有写，产品经加热冷冻后，可能会出现天然矿物质结晶的沉淀物，属于自然现象，品质无虞，敬请安心饮用。冷冻不是会结冰吗？所以是说结冰之外，它里面还有矿物质这样。它的全名是财宝碱性温泉水。喝碱性水的好处是，因为我们人体偏酸 ，pH 值的关系。你看我为了这个贵的要命的水，然后还准备了高脚杯。是平常有酗酒的习惯吗？我觉得很咸咸的。屁啦！有啊。你是那个没有洗干净吧？有啦。有，我觉得它真的有矿物。怎么喝出来的？它为什么会有有效期限？它有效期限是2020年1月。那水都有有效期限吗？它已经是30000年前了耶。这就没有有效期限？还是有啦有啦有啦，花了68块买了心痛的感觉啦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它不一样。那我们来比较，一样是碱性的水，它好像比较有浓稠感耶，而且它好像比较黄，还是我色盲？不一样吧，它真的有咸吧，它有一种你好像在喝里面有东西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来盲饮看看，这个是30000年的水，这个是一般水。好，今年我想一下，这个我试试其实可以看。对啊。好，第一杯应该是那个吧，是吗？是哦。我觉得这太好猜了，真的有，因为它的口感真的差很多，就是有一个厚实的感觉。换你这个，这是一般的水，这是30000年前的水，你也喝得出来？我根本就不需要比较，这个太明显了，真的有差。其实我真的觉得品水师这个职业是真的是值得存在的，因为我觉得水平常单喝的时候没什么感觉，可是你有一个比较的话，你就会很明显知道什么是贵的，什么是便宜的。但我也想知道，就是喝这样不一样的价钱的水，到底对我们身体差在哪里？如果知道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哦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哦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但是其实我喜欢喝便宜的水。如果你们相信这是30000年前的水的话，或者你们喝过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，说你们的感想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